Hello, everybody. 我觉得我有必要做一个 disclaimer， 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到Ian在这支影片里面呢？是因为他前阵子终于排到假了，所以就飞过来香港待了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因为最近他出现的频率有点高，我想你们肯定没有很想看他，所以 But yeah, that's why he's here. Let's get started.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Yeah.我刚意外发现奈奈现在已经可以自己从地板上跳到我的沙发上了。Are you ready? Go! Are you ready? Go! 奈奈 Go!在这边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Nene 为什么现在会在我们家呢、Nene 是他的名字。 Nene 是一只非常非常黏人的狗狗，他现在才七个月大，然后他是一只奶油腊肠。应该他来我家第一天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就把我误认成他的主人了。其实 Nene 来我家的那天我有拍 vlog， 然后我会在另外一支影片里面再比较详细的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他会来我家。但简单来说呢，他不是我的狗狗，我只是帮我朋友稍微照顾他两个礼拜这样子。好想养狗。今天呢，虽然说刚刚有点下雨，但是下午感觉天气还不错，所以我们等一下打算带奈奈去外面走一走。然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很多 fashion influencer 都有在穿的 Love Bonito 的衣服。然后Ian，你下挑一件，你要蓝色的还是这一套？蓝色的，蓝色的，好。那第一件就是刚刚Ian挑的这件浅蓝色的牛仔连身裤。这件我之前已经有穿过去日本跟韩国，所以大家可能在 IG 上面已经有见过它的身影了。我那时候其实，在官网上面看的时候，觉得就是正常，你知道，连身裤嘛，连身裤。就后来收到之后，发现就是，哎呀。我的菜，它这个无袖我觉得做得蛮好的，因为它这个肩线部分不会到太细或太粗，就它可以很好的修饰你手臂跟肩线的线条。然后另外呢，它这个领口是做，你看做一个微微深 V 嘛，所以我里面其实是搭配了一个白色的小可爱，休闲中带一点微微的小心机、小性感。我自己蛮喜欢的是这个设计，其实可以很好的展现到你的锁骨，所以就是你可以随时就这样子凹一下。下一套其实我那时候挑的是 for 我之后上班想穿的，因为毕竟我今年很喜欢穿那种衬衫配西装裤。我预计呢，里面可能也是搭一个像这样子的内搭啦，然后外面呢就选他们的一件衬衫，下半身就是配一件这个非常有气质。真人看面它其实是米色，带有一点点藕色的一个浅粉色。他们家的衬衫呢是属于比较挺的那个版型，所以我自己通常习惯把它拿来做外搭。然后呢，其实我那时候在下单的时候也偷偷入了几件就是秋天的衣服。这一件呢算是一个比较微紧身但是有弹性的针织衫。我不知道大家是喜欢那种上窄下宽，还是上宽下窄，还是上宽下宽向着的人。我自己最近的 preference 就是比较喜欢上窄下宽，所以我蛮期待就等天气再凉一点之后，我可以就是穿着它，然后下面可能搭配一个长裙啦，或是一个宽版牛仔裤啊，西装裤，我觉得应该都会很好看。而且它的这个磅数应该真的蛮重的，就是摸起来很扎实，而且手感很好。然后下一件呢，也是我觉得很适合穿去就是见客户的，就是一件白色的短版针织衫。这件我跟你说，穿起来超级有气质的。Love Bonito 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品牌，那他们家的衣服其实我觉得质感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就是一种休闲中带有一点女人味的这种形象。然后包含他们有一些就是洋装，我觉得都蛮好看的。
他们也致力于集结不同领域、不同专长的女性，然后一起互相扶持成长，一起打造自己最理想的模样。他们也开始拓展不同的服饰类别，譬如说家居服啦、贴身衣物啦、鞋子、怀孕的孕妇装等等，希望能够满足女生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需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他们的官网逛一逛。然后如果在香港的朋友，他们在中环也有一家就是店面，所以有兴趣都可以去晃一晃，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衣服。我们趁现在天气还是晴朗的状况下，我们准备出门，然后带内内出去走一走。顺便今天也是我跟伊恩的约会日，你今天要跟我约会吗？ OK OK。怎么钻出来你的 leash？ Are you ready？ 你要去哪里？我刚刚其实有遇到一些狗狗的 friend， 对吗？你刚刚有没有交到朋友？有，顺便一进去，大家就过来说：“哦，这是谁？这是你的狗吗？”我说：“啊，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吃午餐，所以我刚刚去买了一个 cheese 鲔鱼玉米蛋饼，然后还有鲔鱼是什么？鲔鱼是 tuna。你吃鲔鱼哦。嗯。I think it's a huge chunk of honey. No, I keep drinking honey. 真的吗？嗯。哇，它好热。嗯。我们刚发现 Nene 呢，她不敢在外面那个草地上面走路，因为她可能觉得草地很刺，所以我们刚把她带到了一块就是平平的草地，她立马就 OK 了。我们来测试一下。给你自由。你看，你看呢？我把它放到这里来。Oh, come on. Oh, come on. Oh,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Come on. Oh, yeah. Can't even get to walk straight. A stagger in little town. One day I'm gonna break my teeth. Crash down against my bed. 你的 MBTI 应该是一吧？From the day we exchanged our first kiss, honey, baby, shouldn't laugh like that just because I'm behaving like a dumb. 我现在来做一件我想做很久但是很无聊的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圆佑嘛，圆佑的肩膀有几公分呢？58。我想量一下叶的肩膀有多宽。46。你有量对吗？哦，50 50 50 50。你没有量到肩膀，不是从这里吗？对对对，到这里。50，好啦，53 54。我不懂。然后这个世纪的谜团已经解开了。我们刚吃了一个 all you can eat 的火锅喽，他喝了5杯啤酒，大家相信吗？
like this, my dear, since can't remember whe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You never know how many dreams I dreamed about you, and just all empty they all seem without you. So kiss me once.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Nice. 称赞。今天伊言想要吃一个在油麻地的昆记煲仔饭，然后今天还有一个重大的任务，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这个就是我昨天提的那个 outfit， 就是上衣是衬衫，然后裤子是一件西装裤，然后里面是一件黑色的小可爱，搭配一个黑色的包包。赞赞，我今天怎么样？漂亮。哦，怎么这么会说话？漂亮。给你一个赞，加十分。Beautiful。加太多了 ，sorry。그러진밤침대에누워핸드폰만보면또하루를보내오늘같은날산책이라도我们先来看看 Terry 的魔法，짠짠！哇，这个头发哇，有抓果然是不一样。你刚刚有学到了什么？你跟 Terry 学到了什么？要用比较水的 wax， 然后往上抓一抓。好吧，你帮我照，所以我下次去剪头发的时候就说剪这样子。Hello， 大家好。然后我们今天约了 Jensen 一起吃饭，他现在应该还在就是来的路上。然后这间呢，其实是Agnes 推荐我的，我自己来吃过好像一两次吧，真的蛮喜欢的。姜，之前我跟伊言来的时候也有拍影片，你记得吗？今天会选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一个 outdoor seating， 然后是可以带狗狗进来的。虽然说我们俩现在都已经热到一个。没叮没当了，哇，好热，应该说闷啦。大家想不想看奶奶做 trick？ 等我一下哦。再一次 shake hand， 哦，你看他会呀、啊。那时候你说他不会 shake hand， 明明就会。你好聪明啊，学得这么快，奶奶。看那个尾巴，叭叭叭叭叭叭。Cause I was crying yesterday, but look at me today.你知道我其实我抓包就是在这里，哇！但是我绕一个大圈。对啊。I'm good. 谢谢叔叔，拜拜。再见，再会。这两天周末有带奶奶出去外面，真心佩服所有有养宠物的人，不管你是养猫还是养狗，我觉得养宠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 commitment 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了。因为我没有跟宠物一起长大，所以其实我不太有那个我要怎么跟他们相处的那个 sense， 你知道吗？哦，你看他啦，你到底要干嘛？我不懂你。干嘛？
现在伊恩在里面洗澡，然后等他洗完之后就会换我洗，然后再来把一些工作收尾，然后剪剪片，应该就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对，今天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天，然后也顺顺利利的过完了，感谢众神的保佑。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